其實頭先咳咗三次，飲咗三次水我夠啦。我幾敬業啊，好業啊，我抱鼻。好，今次想講咩？我想講翻上次你咪 share 咗個 video 俾我哋嘅，咁嗰個 video 就係講一個 scientific study 嚟嘅。係啦，咁依嘢咧，嗱，我而家 introduce 咗依件事啦，咁請你繼續。唔係係有趣嘅，因為點解我同佢哋 share 咧？因為就係講一個即係、一啲 scientist 佢想即係、用一個科學嘅證實去睇人嗰個 energy 啊，嗰、那個 love 嗰個 energy 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咁於是乎佢哋就當然佢有佢嘅精密嘅儀器去測試啦。總之佢嗰個 test 咧，主要就係話測試同一等 building。其實如果譬如我同你係鄰居，我係一個好loving 啊，好 kindness 啊，我不時都係發放呢一種咁嘅能量出嚟咧。其實隔離鄰舍咧係會 feel 到嘅，同埋其實我哋慢慢咧，佢嗰個 test 就係話，佢慢慢咧嗰個頻率係會升 with happiness 同 joy 同 kindness。的那一個 frequency 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個 test， 佢哋就用咗一等大廈嚟去睇，即係嚟去做呢個實驗，就是、慢慢發現咧，即係佢哋嗰個頻率係會慢慢即係就會係升嘅，大家，咁即係話好似細個你即係我哋睇嗰扎鐵珠仔咧，即係咁啊彈下彈下咧，咁如果你係啦，慢慢即係如果你有好多排咁樣咧，慢慢佢哋嗰個 frequency 係會齊整曬嘅，即係雖然開始嘅時候可能大家係亂嘅，即係呢個彈咗落嚟。第二排嗰啲係未彈，但係經過咗一段時間，其實佢哋會全部齊整曬嘅嗰個頻率。咁其實佢呢一個實驗就係做喺人嗰個 energy 身上，就係、發現咗啦咁啦。所以佢同埋佢個實驗咧，就係話你唔好諗住話係咪即係如果一邊係好 grumpy 啊，成日都好失望啊，好唔開心啊！咁係咪嗰個會影響開心嗰個咧？其實佢話係通常係開心嗰個係影響負能量嗰邊，即係開心嗰個就會提升得到負能量嗰、那個。係啦，咁慢慢成等大廈嘅人，即係越嚟越多人有呢個 frequency， 就更加容易升埋一齊咯。所以揀鄰居唔需要噶，其實揀鄰居唔係一個最重要，即係最重要自己。自己係啊，我依即係我俾你答啫，你明唔明？我砌條橋嘅，多謝你啦！我直情上咗個神台度，而家有條樓梯落翻嚟添。咁點啊？你再講多次。唔係，我想唔係係啦，揀鄰居唔係個重點，係啦，揀自嘅選擇自己嘅取向為之最大嘅重點。其實依個有個分享嘅，我個姐姐咧同我哋一起做咗都八年啦，已經。咁佢初初嚟到咧，我個姐姐咧係成日咧都係，佢好認真嘅一個人嚟嘅。咁我曾經咧，我就只誒貓過咗身啦。咁我哋俾個 channel 啦，去幫我 channel 只貓，即係佢點樣走啊？即係突然間過身。佢 channel 到我個姐姐咧，佢話咧依一個係一個workaholic 嚟嘅，佢之前係同我講係一個好認真嘅 workaholic 嚟。咁的而且確我姐姐係嘅，咁佢成日都係皺曬眉頭啊，唔開心啊，即係所有嘢佢好容易發脾氣，好唔開心。但係佢係一個好盡責嘅人，佢要求好高，好盡責，所以就成日有個層面佢又成日覺得即係因為離開咗屋企啦，就做得未夠好啦，又離開咗屋企，即係控制唔到啲仔女，就覺得即係所有嘢都。好擔心啦！好擔心，好唔開心，總之就好唔開心。我唔可以擔保，即係我唔可以話我自己一個非常十分太正面嘅一個人。但係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咁我自己都會比以前我係鬆咗好多。即係我由一開始到現在幾年到現在，其實我個人都係即係鬆咗好多啊，開心咗好多，輕鬆好多。你哋而家你見到阿姐姐咧，你見到佢咧，佢都會笑嘅。哇！而家我話俾你聽，佢試過曾經嬲咗我九日啦。佢嬲我九日。佢唔係啊，係因為佢覺得自己嬲我唔啱，所以佢更加黑口黑面黑咗我九日。跟住我問翻佢先知，我點解你會咁樣做？因為佢困咗喺裏邊，佢出唔翻嚟。但係後來即係我因為我自己個過程裏邊，我又聽下啲唔同嘅音樂啊，又用啲唔同嘅其他嘢，又自己有個人開心咗。我係見到佢個轉變嘅。我都有問佢，其實我話點解你會開心咗？佢話唔知啊，我不經不覺之中。其實如果你而家睇咗呢一個即係實驗，你就知咯，即係。原來是因為
那個 kindness 即係比較善良啊、開心啊、正面嗰個能量，基本上是容易影響人的，同埋跟住其他人就會慢慢一路咁樣，大家一起同一個頻率噶啦。請你可唔可以複述多一次乜嘢能量可以影響到人啊？開心啦、善良啦、正面啦、樂觀啦，即係呢種。所以因為我具備呢啲條件，我又被利用了。其實我是想說一件事，就是我並不是做到最好，但在個過程裡面，因為我自己有我自己能夠去改變了一些東西，那那個改變就會在個 frequency 那裡會影響到身邊所有的人、令到他們都可以，就算 我仍然都會有悲觀的時候，我都會有我 grumpy 的時候，我有我不開心的時候，或者我猛憎的時候，但是起碼你在那個你自己收到的提升，你會影響到身邊的人，的身邊的人就會慢慢大家提升，其實是一個共修來的，當他越來越開心，你也在他身邊，那你就越來越開心，那你又開心，那他又開心，互相影響了，那這個就是一個 ripple effect 了，是的，你見不見到我的手指這樣就出了去了，所以大家所以都成日呢，現在都很喜歡說以生命影響生命、或者一切由自己做起、其實我想都是現在開始慢慢就是是 scientifically proof 的，是啊，就不是只是好像是因為想氹人落答，是啊，我告訴你聽你開心，身邊的人就開心，其實真的已經 proof 了是 work 的，雖然個 sample size 可能不是很大，它就只是用了等 building， 但是都即都 work out 到這個 effect 出來，我想或者第時我們攞即我們見到多一些的 scientific proof 或者一些這麼有趣的 sharing， 我們或者在我們的 page 那裡，我們 Facebook 那裡，我 share 出來給別人，讓你們又可以看看，因為這件事都不是說只是說的了，現在真的可以證實得到，當然這件事你明白多了你就會做多了，其他人就會受得到了， OK， 下次再說，拜拜。